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这个疗剂的名字是叫做竹叶草、拉丁文的原名叫做 Podophyllum P-O-D-O-P-H-Y-L-L-U-M Podophyllum、我们、中文叫竹叶草，英文叫做 Mandrake 或者叫做 May Apple、这个竹叶草的应用呢其实呢 是很清晰，都比较简单的，很多时候呢是用在一些新蚊仔的吐射。 OK， 而那个吐射呢是通常呢就会出现是那个肛门呢可能呢是会下垂、如果、个吐射呢是、同时是有、肝炎、譬如黄疸、胆石、的出现啦，或者是那个、肛门发炎啦，即是整个肛门呢那个直肠啊，都发炎嘅吓，咁呢个咧系一个小朋友常用嘅嘅吐射嘅疗剂嘅，咁通常咧呢种嘅吐射咧，可以痛亦都可以唔痛嘅 ，OK， 可痛可以唔痛嘅，咁同埋咧通常咧嗰、那个呢、这个吐个吐射咧就成个嗰、那个肛门咧系可能都系一种损啊、轻啊，同埋有一种摩擦咗嗰种感觉。咁而嗰个粪便咧，通常咧系大量啦、臭啦，同埋黄噶，跟住黄色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系对呢啲嘅吐射，细蚊仔吐射、B B 吐射咧，系非常之有用嘅。咁同埋咧个吐射嘅情况咧，可能咧系一日可以好多次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喺夏天嘅吐射或者咧系出现霍乱性嘅吐射啦，朝头早开始吐射，跟住成日咧就系不断咁成日都喺度屙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应用嘅地方咁同埋咧
这个吐泻的症状呢、啊、你任何其他的问题呢、啊、如果同时有出现这种吐泻啦、啊、即是这种的形状即是、啊、量大啦、啊、可能未必痛的、啊、那就黄黄的、啊、喷射性 的吐泻啦，那、啊、都可以用这个疗剂，譬如有时头痛啦、啊、头痛呢跟那个吐泻呢是交替啦、啊、或者呢甚至出牙啊，佢出牙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吐泻。咁通常出牙嘅时候咧，嗰、那个小朋友咧就会会磨，即系会咬实啲牙嘅，即系嗰啲牙咧大力咬实佢咧就会舒服啲嘅。咁呢种情况嘅出牙嘅嘅问题啦，即系想大力咬佢咬住啲牙嗰种嘅出牙嘅症状啦，就加埋嘅吐泻咧，呢、這个疗剂咧系非常之好用嘅。啊 ，Podophyllum 啊，嗰、那个。是通常呢我觉得是一般性呢是好多时候都用得到的了、啊、其实竹叶草、啊、竹叶草 Podophyllum。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不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